大家好，我是安宁。现在呢，我在自家的院子里。假如说我今天已经是宅在家里第9天了，假如说我们一定要出门怎么办呢？没有护目镜该怎么办呢？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。保鲜膜，我们来利用保鲜膜把自己的眼镜封住。绕一圈，绕一圈之后，下面的往上拢，上面的来往下拢，只要把眼镜护住、包住、包裹住就可以了。这边要把鼻子露出来，方便我们呼吸。